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，我们要去找那个人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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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。
一菲，哪儿去了？趁警同志，请注意！听到广播后，请速到软席车厢开会。哎，不应该在我部车间里。哎，对呀，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真有事啊？走，你去看看，走。 快快快快快，把门打开！别急，快点打开！听我说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旅客会有生命危险，他们破坏了门锁，我们要赶紧来，我们要赶紧把门打开，看来这是一伙惯犯的，怎么办？快想办法！ 而且很凶残，来来来，他们每次在其他的列车都是从那车减速的时候跳出逃跑的。哎，兄弟，听我走，听我走。 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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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
们呀，我们这儿熊领导不会不同意的。喂，韩明林，哦，我是远村。哎呀，还行什么呀？打吧。对，过来你给我来把他给带进去。对，他把钱给南海南公安那边下头跟有。对，明白，参谋长请放心。上面同意了。哎，我们也有一家行动方案。这个刀、剑、一口还有下跳，都不能给南。好，我这边这个地，我给你这个地。下刀剑好跳，从不进那个地方。旁边别管地，马上给记好，听懂吗？明白。好，同志们，同志们。如果万一行动失败了，咱们必须马上撤离，千万不能伤了乘客。同志们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那个，我还需要两部对讲机，两根粗绳。那你们怎么过去啊？飞过去，飞过去，不能爬过去。哦不，这绝对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这要发生意外，我没法向你们首长交代。放心吧，这个事没问题。离撤离结束还有多长时间？大约还有15分钟。这是有枪对吧？枪倒是有，这只不过就是不能借给你。放心吧，他们是连续5年的设计冠军。团长，把枪交给他，他是身枪手，我想这支枪到他手里可以起更大的作用。哎，知道，不，这样是违反枪支使用条例的。你看你，听你安排吧。就这么决定，这支枪归你使用，有什么篓子我跟你一块打，没用的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还需要个对讲机。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从今天开始部署。李探呢，原计划不变，陆雪萍到你从那个8号车间上去，控制整个车间，不到我不得已，千万不要开枪。是，开行动，出发。住手！
三根没了，大哥。咱不想活了。在这儿呢，大哥。放了！我的钱呢？给小偷！放了！什么你的我的？现在都是大哥了，是不，大哥？别人都有了，你这份呢？大哥，你知道我多傻了，赶上那份就算我了，大哥。那是我的。哎，宝贝儿，别着急，有大哥给你做主。嗯，大哥，你看这些主吗？他们先放着，我都知道。我给你们带个头，你放位吗？中不，大哥？这还差不多，这还有点意思。嗯，进来，把包子放满了。包子，把手给包了，快走。是，快点，快点。来，各位大爷大佬，对不起了，把你们值钱的东西都放里了。到达攻击位置啊！好，等待我命令。明白，明白。让我来。哎，项链不错啊，这脖子也不错啊。把孩子放下！不要伤害孩子，你冷静点。冷静，别想冷静，把孩子放回来。
点，他们是特警。跑了，你给他带回来。你他妈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？快，把我兄弟放了，把钱给我扔过来。